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在美国股市大涨的激励之下呢，开了一个一点高的高盘，一高压力盘哦，它到了15241520附近就遇到反压，现在是涨了243点，跌到15087，这个行情。我在前几天就告诉你，它是会来挑战季线的，你这个很清楚啊。你季线是一个多头很重要的一个滩头堡，你要做多一定要把站在季线之上。现在五日线、月线都站上去了嘛，守五日线，然后再来当然是攻季线。季线呢、啊、现在在15380，它每天呢、啊。以这个13点的速度往下，所以过几天势必会通过了。所以季线哦，所以你要持续的做多的原因在这里。但是苦恼在哪边？个股的表现差异真的很大，让你哭笑不得，真的是让你哭笑不得哦。这个有时候股票真的是难，就难在个股差异太大哦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哦，这个来看哦。我们看哦，这个涨跌的话，你看哦，涨跌幅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你看哦，有这么多的跌停板，包括了智毅，这是前波段涨最凶的股票，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网通股。那我告诉你的前友有没有跌停板？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跑掉了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还没要买。我说差不多到这边我才会考虑，有没有？这就是股票的看法不一样，所以这里呢要守住五日线就看涨了嘛，内股轮动嘛，哈，所以方法不同，有买有卖。像我昨天我也把嘉登卖掉，对不对？不是嘉登，七红19.5/3017，为什么要先卖掉？他告诉你他转弱了，昨天一开盘我就知道转弱了，不见高点，假突破不见高点，那一定要先跑一趟。对，这就是做股票的方法，减码。有看到下来要买再来买，好，这一档股票，我从这个80块告诉你到现在，啊，我该出的我也会出啊，把资金收回来啊，哦，把资金收回来。那股票的部分你怎么看？期货的部分也一样啊，你期货一般来讲是做多了，哦，那我说，哎，你们在做股票或做期货的时候，一定是说啊。老师，这个真的是不好做，哦，这个真的是最近真的是不好做，哦，最近真的是不好做。那你们要怎么做？像这种盘一开盘就开这么高啊？那你要有工具啊，你要有工具，什么工具呢？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像我都用 CDP 哦，然后麻烦导播照这边，我这个你就把它做长线吊大鱼，哦，多空操作，哦，你这个很简单。长线钓大鱼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对不对？该做多就做多，该做空就做空。像这个是一小时线，我们把它改一下，哦，比如说改成五分钟线好了。五分钟线它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它行情走来，它在8月10号，就是昨天。你这个因为有盘后的，我这个是弄在盘后的盘也有。昨天的6:15，美国并没有公布这个。所谓的 CPI 的问题，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宽多就是在哪里宽多？1491年宽多，目前已经赚了247点了。它随时可以出场。那它预估什么时候会出场呢？预估是15208要出场，结果没有来，对不对？但是现货，你看现货有到，现货你看啊，现货你看它现货的部分，你看它到15204附近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。他这个非常的准了，期货是价格的发现者。你看，你只要有这一套 AI 金头脑的话，这一套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的方法，你们有时候用五分钟线，好，用三分钟线也可以。好，我们用三分钟线来看，哎，三分钟它更早的时候是在5:21就喊多了，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场，赚了236点。那你再回头来看这个 CPI 它告诉我们什么？在15160以上就开始面临的压力，这里很清楚。
我每天都有 CPI，CPI 是我这本著作里面所强调我一个操盘的方法，预估高点会在那边附近，你在那边可以有我这个 CPI，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卖出的动作。哦，那你像今天这个盘，它告诉你什么信息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盘信息是什么。今天开盘开这么高，你要去做多，风险比较大。那依据我们这个就是15160、15161以上，你就可以小户的放空嘛。哦，你只要做当中的话，放空下来15100回补。为什么要15100回补？因为根据我这套软体，它的低点会坐落在低点的话，应该在15100那边，就看盘就知道。那边就不会再跌了，你要先回补，回补以后还手做多，做多出场就不要再做了，一天两趟就好。你一天一趟到两趟当中的波段单，你就根据这个做，哦，波段单你就根据我这个软体做，看三分钟也好，看五分钟也可以，都可以，因为这个有夜盘，所以你看我这一套，你夜盘可以做啊，你夜盘你看你只要昨天夜盘买的这个15491买进以后，沿路的做多上来，哇，大赚，对不对？你到15161就可以先获利了结一半也可以啊。用这种方法，你看这个期货，这个是很好做，看你会不会做，看你有没有功绩。如果你没有功绩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很难赚到钱，真的很难赚到钱。期货就是大赚小赔，不是稳赚不赔。那你要把这个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要有看盘的工具嘛？看盘工具就是我 AI 金头脑，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。你看，昨天到今天，单单这一档这一口多单就赚了248点，用三分钟赚248点，等于250点，赚50000块一口单。所以你说这个好不好用？好用啊！你一口单赚50000块。你有用我这个 AI 金头脑是不是好赚？当然好赚啊！而且我现在因为我们公司啊期货刚好开张啊，这个伴手礼就送给你，免钱哦。你参加会员以后哦，参加会员哦，我把这一套哦就伴手礼送给你参考。因为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原因在这边嘛，这叫做神乎其技。数字会说话，大家卖休息哦。而且我这一套也有停损的机制，亚当理论，我遵守这个十大原则把它灌进去，哦，就是我著作里面呢，我这本著作是已经5年了，我这本著作里面亚当理论也把它灌进去，所以你看，而且我将来要开课，你加入会员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上课，哦，你看哦，这个 CPI 的逆势操作法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看，我这个把这本书的精神放到里面，你看 CPI 的逆势操作法，数字会说话嘛？啊，这边15161以上就是一个红高的一个卖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简单。所以你有我这一套 AI 金头脑操作就没烦恼了，做期货太简单了 ，very easy， 轻轻松松，只要个跌落跌下都给。那当然，你假如说，哎，当今天开这个盘要做当中，你可以看一分钟线，一分钟线。它就比较敏感一点，好，你今天这个盘一开高，你要去怎么去做空做多，就本来就有困难度啊，哦，本来就有困难度，不要卖修片，啊，这个这种盘你开这么高，你就要再加上判断，再加上一点判断，但是你只要看三分钟线或五分钟线，你就多单，哦，你就要把它改成这个地方日盘，看日盘的地方，看日盘，哦，你把它改成看日盘的一分钟线。哦，你看日盘的部分，就是说你昨天晚上都没有看，昨天晚上都没有看，他在这里较多，他现在还手已经开始卖出了，他做多以后卖出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在做调节的动作了，所以这个161以上他就会做卖出的动作，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那我们来回头来看这个三分钟线怎么看，对不对？三分钟线他还多单还没有出场嘛，多单还没有出场，所以。他这一套是你只要喜欢用三分钟、五分钟、一分钟都可以用。那你我认为最准的应该是三分钟跟一分钟最准。那你用这一套的话，盘中可以做当中，那盘后可以做盘后盘。盘后盘的话，你看刚才我给你看了一口单就赚50000块啦，何愁没有会
一天就可以赚到了，会不会一天就可以赚到？这是我跟大家讲，你这种盘很简单，拉回你就做多嘛，拉回做多，因为国安基金护盘，加好做诶，国安基金护盘它不会跌很深啊，对不对？拉回就做多，拉回就做多，那你就等那个买点，买点抓到你就会赢。那股票就不一样哦，股票是完全不一样哈、哦，所以啊。我就跟你讲，参加会员的伴手礼 AI 金头脑送给你，这个送给你哦，这是期货的部分我送给你哦，这一套我跟你讲，真的好用啊！哎，塞公尊他讲过啊，我期货基本上我93年我就考上了，我有著作，我将来会帮你们上课，我不仅给你医师，还教你钓鱼，然后给有 AI 金头脑给你看，又有扣信可以做。一鱼三吃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要去做一个就好康的。然后你假如说啊，老师，我也有做股票，啊，我也有做机会，我有二合一，你来参加这个二合一。二合一的部分哦，因为至少要几个月嘛，不能说一个月我没有办法跟你讲，至少要参个半年一年的话，我 AI 金头脑可以送给你啊，对不对？一样送给你。就是送给你期货的部分，不送给你股票的部分。股票部分一定要参加一年以上才能够送 AI 金头脑给你，因为这个是成本很高的。我每个月的传输费，我上个月的传输费很多啊。我免费的跟大家分享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黄世明，是大家的好朋友。我跟你们分享哦，我要负担成本啊。哎，这正经有影，我顶个月成本哦，加偌济，你知无？哇！增加我的成本，增加很多，但是无所谓，反正黄世明是这样子的哈，大家好朋友，我干嘛讲有钱大家做会谈啊？我因为去年小赚嘛，我所得税也缴不少啊，与其这样子，我开挖一个软体跟大家来分享。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好的东西就是能够让你赚钱，十拿九稳八胜算，大赚小赔不是稳赚不赔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好东西啊，要跟好朋友分享。这是我始终抱有的一个方法跟方向。那么马光，哦，这个我从这边沿路的跟你讲，天天跟你讲，每天没有不讲的4139。你看今天又是快要接近50块了，步步高升了。你看一步一脚印的走上来，到现在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。哦，量越来越大了。哦，这种股票就是。长期的续报，我跟你讲，股票有时候要报个2-3年，对不对？可以赚个几倍啊！步步高升，你看我每天告诉你这一档股票，哦，打从7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，到现在第4季看好，对不对？要开医生馆，你看3218，你看他要开医院，这个就回档了，你要小心。我有跟你讲，要小心。这个是从40块、30-40块涨到300多块呢，啊，这一档才刚刚开始而已，刚刚开始复制大学光，他有拿到医保，未来成长不得了，他要开100家医院，跟这个大学光学习，这就是我们操作股票的方法。我们另外呢，我普通会员有买的中兴电，
我沿路的买就告诉他15、13，我看这个储能的、储电的，沿路的又上来了，已经快到63块了，51块、57块2毛、58块6毛，现在快要到63块了。这个一波、两波、三波、四波、五波，对不对？我不建议你去抢，但是你懂得跟我做的话，是不是挣到了钱？我每天都讲一样的股票，我不会忽然之间冒一只股票说，老师我就有这个股票，我不做这种事的啦，对不对？我都是预告，我买什么股票我都告诉你。比如说我很简单，我前天买的2388，2388，我前天买的，买在这一天70几块的时候买的，70几块的时候买到今天。因为它突破嘛，突破就是表示它左多头嘛，这个线型是左多头嘛，左多头那回就是买进嘛。我卖了其他的股票再来买这一档股票，一档接一档获利挖档，对不对？一档接一档，我都公开的讲，我该买我就买，对不对？今天一样跟你买，跟你来，你见黑我就买，见因为你是左多头，我见黑就买。我跟你讲，买黑不追红，有没有？见黑我就买。今天我还买一档股票。这一档股票是很可怜，跌得一塌糊涂。它发行 CB 可转换价值是57块，那时候我卖六十块的股票，叫做达迈3645。我卖多少呢？今天买在35块5毛，我卖在这边，因为我估计它要发行 CB 57块，所以我这一天就把它卖掉。哇，这一天把它卖掉。因为57块、59块就已经有人会换空，我就把它卖掉。哇，落3453。那我看这个还不够稳，今天就稳了，今天就可以买了。今天你就可以买跌升反弹股，因为指数涨这么多了，涨1000多点，它还在破顶，还有发行 CB， 难道公司派不理吗？对不对？3645，35块5毛买进，9:06来，9:06就在这里。9:06在9:06买的，9:06买的就是在这边，怎么样？9:06来，这个不会骗人嘛？在9:06买的，哦，9:06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买股票，我卖一档接一档，叫做卖一档接一档的，哦，对不对？像你今天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期货开盘我也是空一下。空到15450啊，15154啊，然后15145，什么时候补？15100就要补啊，15100就要补啊，先空下来，赶快回补，15100补，75点，还手做多上去，对不对？再赚一趟，两趟啊，就是这样做啊，对不对？那股票也是，其实我有跟你讲，我还有啊，我还没有跑6285，今天跌我也跟你讲了，昨天我没有卖啊。昨天应该是高点，要先卖一趟，我没有卖，我还有啊，我还是只有，因为我已经买的价位不是很高的，自身我也还有啊，哦，4915，我马购物啊，今天都我马供我那天，我马供我那天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有结束嘛，因为昨天大盘在跌，它在涨嘛，大盘在跌，它在涨，我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就坐上来，这个也一样啊，借林5285，这个我长线操作的有5285，你看。又上来了，快要85块了，对不对？反弹，它是一步一脚印的过来，很这价亏耶。它除息4块钱了，哎，除息4块钱，对不对？除息4块钱，你看加85块等于89块了，现在等于89块了。我从71块3毛、72块6毛开始沿路的买上来的。72块6毛、71块3毛沿路的买上来，这就是我们操作的模式。对不对？你操作，你不是说哦百分之哦我当温坦的，不会做代志，股票不会有温坦的。但是你要方法找对，方法找对，你就会赚钱。所以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一样的，我 AI 金头脑，我除了股票之，除了期货之外，期货我们是神乎其技。我刚才跟你讲了，我用的方法都是有根据的，不是我北工。我在开盘前我就规划我今天要怎么做了。这叫做规划性的操盘。我的软体昨天就叫买进多单了，对不对？叫买进多单，尤其盘后盘都叫买进。你有这个软体，盘后也可以做啊，对不对？你下班也可以做啊，对不对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
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工具。我这一套决策系统，股票也一样。来，我拿股票给大家看，股票很简单，哦，它较近就是较多就是多。你看哦，这一档是叫建达，建达它今天也翻多了。哦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基本的智能，我们要把日期改一下。你有这个，一定要每天拿到最新的日期，8月11号，它强势股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档叫做中光电。中光电叫买进，昨天就叫买，8月5号叫买进，今天锁定涨停板，已经赚了15%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不会骗人的。现在投资人上一波做一波，回来再做一波。鸿海也翻多了，鸿海三利三升，今天开始在8月9号开始翻多，昨前天开始翻多，鸿海现在开始翻多了，哦，这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包括金融股的台新金。对，也开始翻多了，在这个地方翻多，就是7月21号翻多，这个不好赚，最近才飙涨上来，好，这个最近在补涨，你看，你有这一套，今天台表哥6278，你看台表哥多漂亮，在8月8号叫买进，上午11点88.6块叫买进，在这边叫买进，一路的上来，因为我这个是用30分钟的分时线，跟你们用的。日线是不一样的，日线这个叫做日线，这个叫做日线。我用的是30分钟线，因为30分钟线有办法提早告诉你买进，它有积极的现象存在，积极的做多，你就30分钟就够了，用1小时也可以，因为这样可以提早1天到3天来买股票。哦，你要人家说千金难买早知道。你一定要提早时间去买股票，不要去追股票，追股票你就容易套牢到，你就容易套牢到。好，这个包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大家最看不起的群创，都产生了一个买点出来，在昨8月5号，群创也开始要涨了，这就是补涨型的，所以不是没有股票可以买，有，你有 AI 金融脑，真的可以告诉你很多股票，真的可以很多买，但是你要看个人的喜好。比如说我，哎，我这对电子股我喜欢，我做电子股就好，金融股我就可以不要看。像前几天的9945，它也跑出来啊，它跑出来买点呐，对不对？你有看我的节目，我跟你讲，59.8块就出来了，这一天就出来买点出现了，是不是？好东西就是提早人家出现嘛。您都提早出现，这就是好东西嘛！这就是 AI 金头脑决策系统地表最强的神器，快、很准，天天有标股，获利网丰收，可以让你隔日中、三日中追求绩效，长短配置。因为这一套我上个月已经有赠送给大家，那因为成本真的是很高，我每天背的成本，你们享受我付成本呢？我每天要传输费啊，所以我今年。今这个月改成有参加一年的我送给你，哦，你参加2合1的，我就送给你软体。什么2合1？就是股票也有，期货也有，我送期货的软体给你。我讲我开我了钱无紧，我开钱无紧，但是我就是讲要给投资朋友正经会用赚钱，有好的物件跟你分享，这才是重点嘛，对不对？我好东西给你，大家一起赚，对不对？有股票。股票市场的钱赚不完啦，看你会不会赚而已啦。你会赚的话，你就跟着视频走嘛，对不对？我两套东西 ，AI 金头脑，股票、期货，你有这两把剑。说老实话，在股票市场不赢也难啦。说真的啦，哦，但是你要懂得利用它、使用它、爱它。黄世明来出钱，你来享受，让你享受赚钱的滋味。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这个要把握啊！我们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！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